是你你你。对，好，就是今天呢，刚好燕燕跟胡编都在。嗯。然后其实我前阵子去彰化过年的时候，我就经过一家书局，然后发现了我国小的时候会跟我妹一起买的东西。简称这么有钱？简称它就是破烂包，好。对，破烂包。来开箱破烂包。这么随便。看一个烂扇子。首先，破烂包里面就是有一个，哇塞，这个大概价值15块。好啊，星星贴纸完全没用，就是哇，这个还不错哎。国小写交换日记，但你一定没写，没基本上跟你写。我有写，我到高中都还有写交换。因为男生写都很懒，你知道，他们以前就是写个几行敷衍我们而已。就今天发生了什么事。男生会写交换日记吗？不会，会。你有跟男生写过？有，我有跟男生写过，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不想写，或是可能是你的好朋友的男朋友，然后硬要凑在一起写，硬要玩是不是，对，硬要凑一起写，根本就没话讲啊，谁要当？可是这个星星可以就贴在脸上当个造型啊，吸缩嘛，裂的那个吗？好了，还行啊，你下次拍片就贴一张我看，可以啊，怎样？生日卡，像过年的生日卡，我觉得这还可以，这个长辈看到会喜欢，还用得到了，不要这种突出的贴纸，对，你怎么这？我小时候很，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我奶奶房间找到很多那个贴纸，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，就他们就说是耳朵，我就很喜欢那个。哎，这个，这是圆规，这算实用，这实用，这实用。只是你什么时候会用圆规？我中啊，写考卷现在已经过了用圆规的年纪了吧？这就是一个小费的小的束口袋，可是它的造型不是在，装满了钱。女生应该不会喜欢这个造型吧？还好啦，实用，现在就是实用啊。这我会用啊，折星星你会折吗？我会折哎、欸，你折，你来折折。现在吗？现在折看啊，现在看。你应该没有送给观众吧？不要，好麻烦。你知道以前小时候都会买那个100颗，然后放在罐子里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送你是不是？我有收过，我有收过，谁送你的？以前的。某个学妹，我已经折好，到现在还没好。我就比较，哎，你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你折得很好看。我真的折过，我小时候真的折过。我也会折啊。我跟你讲，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东西就是定位。整理房间的时候就是把，很想把它丢掉，可是它有心意，因为我最近也在整理房间。我已经把它丢掉了。这是吸管吗？你看一下。这什么啊？这是虾霓虹心情星星飘，这可以喝吸管啊。这就是书店老板就是看错眼。这个我觉得是好用 的，可是它很贵耶，才38块，你在跟我讲38块，它是不很贵，它是这一代里目前最贵的。还有最后一个是印章，10块的印章有进步，所以开完了全部。你觉得你最想要哪一个？我不用最想，因为这是我的，我觉得最好用就是卡片。那你？我觉得扇子。我会选差进步哎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都是我不给你们。薪水啊，这就送你了，谢谢。好啦，那这部片就结束了。Yeah! 还是我给你15块，我不要拿这个。好啊，好你给我15块，这好占位置。送人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哈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、咪咪的频道，还有追踪 IG。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，那也没关系，没什么差、啊。没有订阅，没有追踪，没差、啊。哎，只要有你们两个在旁边，我就好懒散了，怎么办？他今天好没讲什么话。对啊，他刚没讲什么话。我们还没拿钱。我讲到我嘴巴都干了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